向着星辰，这机会还挺难得的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吧。投降不失为一种选择，我会非常温柔地对待你这位手下败将。时机错了。Thank you.
之钥。古里，微光无。玄彻，来我家做客吧，全都看见了，好痛啊！Yeah.